梦想，那年和你见面啊，但是很久很久已经倒闭，老板肯定特别伤心。可是犯的错误必须得要付出代价，就如同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，错在一开始就不曾考虑。不是女友，也并不是情人，不是爱，不是恨，也不是信任，只是两个人互相依偎到明天。孤独的人世间，孤独的两个灵魂，我们彼此都给不了些承诺，但我们之间没有人错。的确像你认为的，这不叫做爱，可是你又怎么知道分开以后我没疼过？不是我悲观，看不清楚前路，我比任何人都明白分开其中的缘故。人之所以是动物，就因为不会满足，得到一点以后都会开始想要全部，一个想要留，一个想要定义。去过和你相遇的那家店，希望能够再次和你巧遇，我肯定也像我想的那样和你见面。那个店在很久前就已经倒闭，老板肯定特别伤心。可是犯了错误必须得要付出代价，就如同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，我在一开始就不曾考虑。不是女友，也并不是情人，不是爱，不是恨，也不是信任，只是两个人互相依偎到明晨。孤独的人世间，孤独的两个灵魂，我们彼此都给不了些承诺，但我们之间没有人错。的确像你认为的，这不叫做爱，可是你又怎么知道分开以后我没疼过？不是我悲观，看不清楚前路，我比任何人都明白分开其中的缘故。人之所以是动物，就因为不会满足。